恒河水真的很脏吗？恒河是印度人的母亲河，在印度人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，被称为圣河。印度人认为，人一旦有了罪，就要在恒河里洗干净，这样死后就能进入天堂。所以，印度人就经常在恒河里洗澡、洗衣服，还举行各种宗教活动，焚烧纸和布。时间久了，恒河自然就变得非常的脏了。